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Peggy。圣诞节快到，你是不是还在犹豫要选什么圣诞礼物送给家人或朋友，或者是要选什么交换礼物和别人交换呢？那我今天就来和大家解惑。就是 Daniel Wellington 他们最近有一个圣诞礼品优惠的活动，从即日起到12月底。对，那如果你在12月19前下订单的话，大概圣诞假期就会收到手表礼盒了。好，那我就是收到 Daniel Wellington 给我两个组合。那如果你们上官网看的话，它表手表还有表带或者是手表加手环的话，其实它是有一个圣诞礼盒的。先让你看你们分享它的圣诞包装。如果你买单只手表的话，它也会附赠这个圣诞礼盒，还有。这个是手环的盒子，可以看到它的包装就是非常有圣诞气息，然后也很有质感。这样打开里面就是这个手表盒子，这个是单个包装的样子。好，首先是这款男表，然后它这个组合是它有附赠一个表带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在这里，第一个优惠就是你可以上他们官网看，他们有些手表会附赠免费的表带。如果你再打我的折扣码 Peggy Love 的话，还有85折，非常的优惠。再来第二个优惠，手表和手环的组合，如果你任选两的话，它会打9折。然后你再打我的折扣码 Peggy Love 的话，还有85折，最终结账有76折的优惠。那我个人就是偏好这个手表还有手环的组合。Daniel Wellington 的手表一直都是我非常喜欢的饰品，就是我出门的话我都会这样子戴。这是我之前他们给我的 Classic Patek 28mm 的，然后我就会搭配他们的手环，就非常的很有质感，然后你搭的话整体的 outfit 又，反正他们的手表就是很好搭。另外一组的话，它就是这样子配给我，但是如果你们上官网选的话，应该是它会直接一个礼盒，然后里面打开就有手表还有手环放在一起。对，我超想要那个的，但是因为他们可能欧洲区的礼盒不够了，所以我只有拿到分开装的。那给你们看一下，我这次就是选了这一组，Classic Patek Melrose 的黑色表盘，还有这个他们经典的手镯。对，那就是如果你购买两组的话，它会有9折的优惠。如果你再打我的折扣码 Peggy Love 的话，也有85折的优惠。总共最终结账会有76折的优惠，是不是非常的划算？而且如果就是收到了，应该就会非常开心，就是不只有手表，又有手环，两个搭在一起就非常的有型。他们官网上有非常多的礼品组合，那就是我会把官网贴在下面，你们可以自己去浏览，因为那个圣诞节快到了嘛，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好好把握，赶快在12月19号以前下订单，那可以赶到圣诞期间收到礼盒。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